好了，帝哥，马大哥，大家好，我是欧良，欢迎收看《黑色星期五》。阿大爷，我们今天要去做什么东西？我们今天要去种田呐、啊。哭啊，傻小了啦！我看到好多 YouTuber 去很棒的地方，我们每次就去很 local local 的地方。你说谁？哪个 YouTuber 去很棒的地方？九妹那一种的、啊，我看到他都搭飞机，然后去饭店呐、啊，还有很多漂亮的女生这种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拜托，就没钱呐、啊。如果我们有钱的话，也可以买机票啊，然后。我这些东西已经让你夜市牛排随便点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哭啊！我不意了啦，我不意了。啊，好小。希望导演不要那么抠，对我好一点。希望可以多找漂亮的女生来黑色星期五。啊。忘了要讲什么呢？希望可以变有钱人，跟九妹一样。走啊，黑龙，出发去兜风。许愿真的成功了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这个就是有钱人的生活、哦。我们有钱人的生活就是任性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以后会跟导演讲，我不要拍那么奇怪的东西啦。我有一间很喜欢的私藏餐厅，走，带你吃好料。好啊 ，Let's go, baby。哎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怎么有一个 local local 店的这种感觉？不会啊，这很特别的店呢，我觉得没有很 local 啦。哎，吃就对了。真的是这间哦？就是这间啊，不要怀疑。哇，赞啦！这个就是挂菜机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个刀。啊，准备开动啦！哎哎，你为什么要写东西？啊，导演说我吃东西不会讲啊，所以我就看你怎么样就睡一下。好好好，啊，不然我吃一次给你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就是挂菜鸡。那我很喜欢吃这个部位，是因为它的这个油脂感很棒，皮很厚，然后里面的这个肉，那个油脂分布也很好。来，你咬一口看看，吃起来很爽，很爽。汤很甜，葱花慢慢来。什么慢慢来？你讲的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我加不。我觉得挂菜就是要吃它硬的时候，然后你咬下去，梗菜的汁会喷出来。哎，张局长啊，这次换你讲，讲给大家听。更具有卫生。来来来，司机司机，我大老远开吉普车过来，你就讲这些。司机啊，开吉普车，司机。绝地求生 M， 台风两，求年，我来打一场。好，来啊，你很强嘛，对不对？强到爆！我跟你讲，我是这个游戏的前职业选手。那你在哪？我以前就做这个转播出来的。那你不能打我啦，我是欧良啦。3, 2, 1, now,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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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有人有人，干他干他干他！哎哎哎哎，卖照哦，欧良支援！哎呀，击倒了，我击倒这个啊，他们是敏达，这个韩国人啊。被你剪尾刀呢！上我的车，上我的车！但不要撞我！哎，刚刚小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！有有有，掉！哎，沙小，会不会开车啊？会。
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这怎么下车？下车，哎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你有没有看到脚印？哎、欸，怎么？哎、欸，真的脚印呢？对，很大很大，看起来一个很大的鸟，还是一个大象？我看到像是绿豆糕哎。绝地求生 M 台服两周年，无恶不作，几十八。从现在开始到6月4号，到网站参加我生日女喜宴，不仅有机会跟黑龙一样实现愿望，还可以抽 PS5 和 Switch。对了，游戏内还有哥吉拉、大成金刚跟最新2×2小地图卡拉金，让你900秒，吱吱吱吱，机械哥吉拉还有哥吉拉金刚，也来绝地求生 M 一起吱吱啦！哥吉拉的关注，还有尾巴攻击超级强，打败其他小怪物还可以给胡子哦。卡进去啦！杀了9个，最后还是没有吃鸡啊！我吃了很久了，你那么厉害呢？哎，没关系，干杯一下。哎，俊，吃鸡吃鸡，我们要结尾啊！哦，对啊，哦，结尾是不是？好，这么久面跟欧良订阅、按赞，卡卡给你啦！绝地求生 M 2周年，生日快乐！黑色星期五，下次见喽！下次见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吃鸡，吃鸡吃鸡。好饿。哎，风很大，希望可以都干。哦，干，好烫哎！高，太高了。赞啦！赞到傻笑。赞啦！我跟打有炸鸡吗？很多，我们自己会辣椒，还有芥末，哦，有腌，有腌过，对，然后放大概一个晚上，然后早上炸这样，哦，回家了。啊，我的那个在哪里？哎呀，你真的有笔记？很爽，很甜，很甜，可以，有质感呢，有质感，多有质感，